大家好，我今天没有在那个宾馆住了，我就住了一晚上。其实主要目的就是洗个澡，洗一下衣服啊。我把被子也给洗干净了，还给他加了15块钱，他才帮我洗，要不然他不帮我洗。洗干净我就走了，因为住在那里挺贵的，150块钱一晚上。我把车啊停到这边来了，这边是一条河边，给大家看一下这里，下面是一条河。这边嘛环境不怎么好，好多人扔垃圾在这里。看一下我的三个狗狗在这里的，小黑妞、小黄、彪儿，坐彪儿，坐，好狗，饿了没有？准备给你们做饭啊，握手，你这大手，哎呀，很好握啊，握手，好狗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，小黄，很想搂着他睡啊，但是不敢啊。现在小黑妞吧，哎呀，感觉比别人反应慢半拍，每次放他出来他半天都不跳下来。这大嘴，握手握手，一脸嫌弃是不是？等一下给你整好吃的啊。这里没有人，把保镖放掉玩一会儿。彪儿，哦，在天了，来，小公主，彪儿，来，走，走。哎呀，可开心了呀！差不多得了，咬你爸是不是？哇，回来边儿，过来，猛射猛射，哦，边儿回来，好狗。哎呀，行了，不玩了，我累死了，好久没运动了，不能这么跑，差不多得了。坐，小黑妞笑这么开心啊，哎，摸一下小黑宝宝。哎呀，真的是个好狗。小黑妞的这两个点是给我带来好运的，也是给支持我的人带来好运的。看小黄也笑得特别开心啊，在无人区真的从来没有看见他笑过，以前想摸他也费劲啊。哎，还咪笑啊。哎，等一下吃好吃的啊。小公主，给小黄也挠一下，来，给你挠痒痒。黄，哎呀，你看他会把腿翘起来，我给他挠痒痒。小黄真的特别可怜，在无人区，哎呦，待了那么多年，2年前就遇见他，这次终于把他救了。放心吧，小黄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哎呀，你这享受的，舒服不？你看他那大脸，给小黑妞也挠一下。哎，舒服不？黑妞，看小黄小黑，哎呀，给睡的可舒服了吧？啊，在这里不冷不热，还晒不到太阳，一脸享受啊！在无人区有这么舒服吗？啊，两只宝宝，睡吧，马上就吃饭了。喝水，挺好喝呀，喝出这么大的声音，这个还是矿泉水哦。今天煮了一些米饭，再放点狗粮，把三个罐头给他们吃吧。赶紧吃吧，这个营养就比较丰富了，狗粮、米饭、罐头，哎呀，你看吃挺香呀，真的。是不是从来没想过能过了这么一天好日子啊？哎，人生总会有逆袭的时候，你两个已经逆袭成功了，从流浪狗变成了宠物狗。哎，我现在是穷的叮当响，啥时候也像你俩一样变成有钱人啊。啊，天天对你们这么好，大吃大喝的，希望养你两个能给我带来好运吧。吃啊，每人一碗呀，非要吃一盆吗？
他俩关系真的特别好，就两个小闺蜜啊。有的网友说小黑是小黄生的，我看不像啊，因为颜色不一样，小黄是纯黄的，小黑没有什么黄的，所以说应该不是。小黄应该是被内地的人带过去抛弃的，因为西藏的狗都是像小黑那样子的。吃吧，哇，小黑也吃的挺快了，今天吃吧，一点不复食，全部干掉了。哎，吃太香了。我的煤气罐的那个管给坏掉了，去买吧，没买的，等过两天在网上买的到了，我再给他们搞点鸡胸肉，因为现在没有煤气煮不了。吃边罐头全部干掉，哎呀，吃挺香呀，大口大口的。小公主跟我一年多了，没有亏待过你吧，啊，过几天给你好好搞一顿鸡胸肉啊。来抱一下小花，哇塞，吃完更重了，亲一下，哎，哎呀，身上还有股体香，还挺香哈。有的网友建议我给他把这个体链换成那个牵引绳，真的不敢，没办法啊，因为小黄小黑都是在无人区救出来的流浪狗，大家都知道这种藏狗它的野性十足啊，如果说不小心被它咬断了，跑掉了。去咬到人，去咬到别的狗，还有找不到，哎，这都是我一个人来承担，所以说我真不敢哦，不敢冒那个险，就暂时拴他们一段时间嘛。这黑妞先溜你啊，你最听话，你最乖，尾巴还立起来了，以前是一直夹着啊，要拉屎拉尿就在那拉吧。哦，我的天哪，尿尿了。小黑拉屎了，很成型啊，很健康。哎呀，别跑了，这，哎呀，跑得挺快啊，笑那么开心。溜小黄，你看它这个毛，这个太阳光照在上面，特别漂亮啊。溜完小黄小黑，现在溜保镖，一天一个，溜40分钟，早晚溜一次，好几个小时没来，关键是还得给他们做饭，哎呀，一天事儿多呀，拍完视频剪视频然后上传，每天都过得比较充实。走，每天带着三个狗狗流浪啊，哎，本来想打算在这边找个房子，但是去找了好几天了，找不到啊，刚才停车在那边吧，又被别人赶走了，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啊，世界那么大，没有我们四个的容身之地啊，真的，那么大的土地上，连一寸土地都不属于我的，别人都有个家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唯一的资产只有三条流浪狗，还有一个12年的二手面包车，还是已经坏了啊，三个狗狗跟了我，感觉，哎呦，对不起他们，让他们受委屈了。加油吧，希望以后越来越好吧。我就说这么多啊，下期再见。